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天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投票日，全国选民将要就参众两院的部分和全部议席，以及36州的州长改选，投下神圣而关键的一票。这场选举规模巨大，也被认为将左右美国政局，牵动世界动向。有报道指出，北京方面也在密切关注这场选举，期盼美国政局出现变化，缓解贸易战所带来的压力。北京的关注重点在哪里？那么选举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可能出现哪些不同走向吗？美中贸易战的形势是否会转向有利于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博士您好，欢迎您。你好，这位您好，这位您好。您好，第二位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主要要进行的改选部分包括了众议院还有这个参议院的部分，还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36州的州长还有地方官员的一些改选，所以可以说规模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我想先请教这个我们的秦伟平先生，从美国的现场来观察，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何这次大选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各方认为这场选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大家好，的确，这次中期选举超过以往的一个关注度。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强势总统。那在外交上面，他打破以前的惯例，上任伊始呢就退出这个 TPP， 然后呢跟主要的贸易伙伴呢要求重新展开谈判，重新签订协议。那这个北美自由协定呢也重新签订了，经过艰苦的谈判，与墨西哥、加拿大也重新达成协议，然后呢与欧盟啊、日本啊也都要重新开始谈判。当然，引起的关注和争议也不小当然跟中国之间这个贸易争端是引起更大的一个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关注。那在内政问题上面，比如说他在对移民问题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呢，也引起各种选民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呢，特朗普这两年的施政对于美国国内和国际其实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好评和负面的评价呢都比较多，所以这次呢可能是让国外各界呢引起关注，希望说中期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他们本国的利益有些不同的影响。那美国的选民想着支持特朗普的人呢，希望说特朗普可以在中期选举共和党赢掉，可以以后的政策可以更加稳健，做得更好。然后反对他的人呢，借这次中期选举呢，可能想发出反对的声音，然后给共和党一个教训，这样子。所以各种不同的一个利益群体一个诉求都聚焦在这次中期选举上面。当然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一般来说呢都是说这个总统两年那个施政的一个答卷，这样子。大家如果觉得总统做得好呢，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他所在的政党会比较有利的。那关于中国观众都比较关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跟这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我觉得贸易战主要还是属于美国选民不太关心的一个次要的议题，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很快可以看到这个结果，谢谢。好的，那么我们想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在中国您的观察，那么您认为中国当局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像很多的舆论所说的，北京方面希望有一场蓝色的浪潮，希望民主党可以拿回众议院，希望能够让特朗普总统成为跛脚鸭？那么中国的民间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中国的观察又是如何？对的，我可不可以先从中国民间的一些反应先谈起？因为对这次美国中期选举，好像在我记忆当中，过去几十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民间和中国的官方、中国共产党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视。比如说像今天晚上，现在开始，我们从现在的连线开始，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已经是在聚焦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问题上面，然后实际上，自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相当程度上，我认为美国政治在主导甚至左右着中国内部的公共议题。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中国公共空间、中国的普通民众在
在关心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中国政府、中共产党高层现在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一些关注。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特别是今年初以来，中国贸易战开始或者说紧张以来，中国对贸易战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筹码的关注点，就是在于美国中期选举，希望说美国中期选举能够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为中国赢得某种反转的空间。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幻觉，也是一种幻想。当然我个人的观察是，中共高层似乎是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能够更多的向建制派靠拢，能够把川普的这种个人化的民粹主义化的这样一种倾向进行某种程度的收服和收敛。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不是在于民主党或者说共和党如何的来瓜分两院的一个中期选举的一个票数，或者说谁掌控某一个议院更多一点，而是说中国是希望美国的政治能够更回归到一个建制派，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换句话说，中共所习惯的说，我在这打断您，所谓的中共希望的正常，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可预期的。那么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和预期，所以这点让北京方面非常担心。是的，是这样。嗯哼。是，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来引述一下，就是《金融时报》他们在昨天的报道里面是这样的说的，他说美国的中期选举呢是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检验，共和党的输赢情况将决定特朗普是否会继续保持现行政策。您赞同这样的分析吗？刚刚我们的记者李毅华在报道当中也提到，实际上中期选举非常着重的都是美国本国国内的一些政策，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而且其次在对外的这种外交贸易政策上，总统仍然是最后说了算的人，就算国会今天变了天，能够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产生多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吴博士？我看法也是基本上差不多，换句话说，中期选举仍然是内政议题为主，美国有很多更迫切的就业的问题，有很多更迫切的南美洲的移民现在可能冲入边境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问题，而中美贸易战这是一个长期的间接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其实确实很难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试图在某些选区，在某些关键的选区施加某种影响，来进行一种巧妙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我刚才谈了，是基于一种过时的、错误的一种对美国政治的看法。嗯哼，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今天的选举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特朗普政府到目前为止的对华的强硬的贸易政策呢？我觉得，无论今天这个结果出来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说民主党赢，那对于中国这个贸易战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然后，美国这个对中国的一个根本的决策已经发生一个变化，我相信这一点在他们两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了。无论是这个国会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掌控还是民主党掌控，这个由竞争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关系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最近的一些表现来看，已经中美关系不光是说是从贸易战刚才讲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觉醒和反击，包括最近司法部公布的中国三起案例盗窃美国的一个知识产权，我相信在美国公众心里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出来，让中国意识到美国确实是态度大变，而不会因为结果这个选举的结果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化。这一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呢应该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会比较好，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家的一个中期选举的结果之上。谢谢。好，我们稍后回来还会继续就这方面进行探讨。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许多网友有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 STGY007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如果一项重大的国家对外政策没有联系性，就可能不是民主政体，而是朝令夕改、为所欲为的独裁体制。美国的中期选举不会是中美贸易战的拐点，而且很可能是新的开始，留给中共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从习近平在进口博览会讲话来看，似乎还是在打太极拳，而且还提出大海之类的空话，暴露出习的本意还是想以且推且看的路数，以习迫不及待地搞一尊，在南海搞摩擦，想造是非来绑架全国人民的做法，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妥协也难以消除长期的抗争。那么另外还有这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人民积极参加投票，我很欣慰，可见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没有被共产党留学生的污染所扼杀。共产党留学生长期在美国跟美国学生交流时都受民主无用论、专制合理论，奉劝美国年轻人不要积极参与政治，积极使用民主制度。这次美国的国会选举人民投票率高涨，这说明了美国的年轻人在面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侵略时还是坚持了公民意识。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人权的这位网友，他说看了这两年的美国观察，民主党没啥像样的政纲，只是看不起特朗普，一定要把他拿下。民主党在奥巴马执政八年留下一大堆要命的问题，共和党不想给民主党擦屁股，所以只管支持特朗普做生意。特朗普倒是一诺千金，把竞选时的许诺都尽量兑现，现在初有成效，经济高速膨胀，但是如果短命，美国今后将会更加的撕裂震荡。而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指控专制独裁集权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所以对中国进行贸易战，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是美国已经深刻了解到中国正在利用各种暗黑手段企图搞弱美国、搞乱美国、搞垮美国的整套计划，所以任何一纸协议，看来这位全昌的网友还没写完呢，他只提到了任何一纸协议，很有可能指的是前一阵子传出说美中方面可能就这个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消息。不过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一次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这个包括特朗普总统在之前也多次的提到说，中国方面、中国政府方面试图要来影响这次的选举，表明他们非常看重这次的中期选举。到底中国的影响力是否动摇到了特朗普总统的票仓，是否会影响这次的中期选举？我们先来看看，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周末在爱奥华州采访的这位大豆的农场主。那么这位农场主，我们要特别说明，他曾经在当地的农业局担任官员，担任研发主任，他也曾经多次的访问了中国。不过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尽管说他自己的大豆收入因为美中贸易战遭受了损失，但是他认为责任不在特朗普总统，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大豆农他是怎么说的。That was a choice of President Xi. 针对爱奥华农民是习主席的选择，不是特朗普总统。习主席选择了大豆，习主席选择了猪肉，习主席选择了玉米。他让你们为贸易战付出代价。Because he wants to make it a political process. 他希望将议题政治化，而不是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样谈判。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没有以政治化作为反制。中国做出了这个选择，用农产品来报复。我应该生美国总统的气吗？这是中国做的决定。So should I be mad at my president because China made the choices?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做法对于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多大的效用？我相信中国现在正在学习普京的做法，对美国的选举进行干预，只是这种干预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我们记得上一次对美国选举的干预是中国的军方基政德主导的对美国总统选举。好的，很抱歉啊，这个吴博士的连线看来讯号也出现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吴博士的声音。稍后我们继续尝试让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的发言权交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来谈一谈，中共到目前为止的做法到底对于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共和党的这些传统票仓吗？好，谢谢。我觉得这个中国在爱荷华州做这个广告啊，起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作用，一个负面作用是影响中国政府的一个形象，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试图去干涉和影响美国的选举。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就好像你刚才接受采访这位农场主所言，其实引起的这个
投票民众的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对不对？你应该是正常就贸易层面你去跟政府间的一个磋商，而不应该去影响这个本地本国本地的一个政治。这是他们不熟悉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说想过度的利用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特性来试图增加自己不恰当的一个影响力，这样一个案例啊。那实际情况来说，就中国对美国政治的一个了解和影响而言呢，其实这种影响其实就好像掩耳盗铃，是微不足道的啊。美国选民他不是第一次投票啊，他经过民主经过几百年两百多年的一个发展，他们应该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知道自己该支持谁，或者说该支持哪个政客，支持哪个政党，相信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中期选举结果无论结果是怎么样，都可以表现出比较准确的表现出美国选民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喜好，或者说对某一个政党的一个支持。所以中国我觉得应该打消自己这样的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想干涉美国选举，或者说指望美国这个中期选举来影响中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应该自己做好内功，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那这样子呢可能会中美关系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上来，通过正常的磋商啊，或者说其他的途径能解决一些问题谢谢。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我们现在是否能建立与他的连线了呢？吴博士，您回到现场了吗？好，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听到吴强博士的声音我们继续的尝试把吴强博士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请秦伟平先生，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刚吴强博士您回到现场了吗？好，吴强博士，是，抱歉，吴强博士，能不能请您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在爱奥华州的这位农民所称，那么另外呢，刚刚秦伟平先生也谈到了，其实中国政府呢在爱奥华州所做的做法，在九月份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不仅仅是没有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还起了一些反作用。吴强博士，能不能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好，吴强博士的电话线路也断掉了，我们继续的尝试。那么秦先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金融时报针对今天的这场中期选举，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对特朗普总统贸易政策的检验。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同样还提到了几个可能的这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我们就来看看金融时报他是怎么样来分析的。他说这三种可能的选举结果和情况包括了，第一，那就是特朗普输掉了中期选举，并且放弃了之前的贸易政策。第二呢，是特朗普赢得了中期选举，而且变本加厉，在对华政策立场上更加的强硬。那第三呢，是中期选举打成平手，那么特朗普将会维持现状。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哪样的结果和情况，或者您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好，谢谢。我觉得这次中期选举其实对特朗普总统他所在的共和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特朗普先生无论他引起多大的一个争议，但是呢，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一个经济的利益。那美国经济在这两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而且失业率呢也是屡屡创下一个新低。所以呢，就经济成绩而言呢，我相信很多选民对特朗普还是很满意的。哪怕有些选民他说我不喜欢特朗普，他这个性格我不喜欢，或者说某一个方面的政策我不喜欢，但是想想自己的切身利益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支持特朗普。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的共和党赢得这次选举的概率会高一点。那对于这个如果赢得选举之后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会不会有多大变化？我认为说，无论这个结果是共和党赢掉还是输掉，或者说平分秋色这种结果呢，我觉得中美关系都会到一个新的一个摊牌的一个时刻。因为最忌讳或者最在乎的这个中期选举可能会有影响的中期选举呢已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可以集中精力呢来去解决跟中国的之间的问题。我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对象了，因为你看他把所有的贸易伙伴重新去谈一次，而且基本上都谈好了新的协议，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心甘情愿好还是不太愿意好，最终都签字了。你看最近的这个北美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都经过多轮磋商之后签字了。那欧盟呢也是可以说是低头了，但就最后的那个签字还要再进一步的磋商。那日本呢也是表达了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的意愿，剩下的就是中国。那这样各个击破之后，中国可能就是一方面它整体实力自己谈判的筹码比美国要弱很多，另外一个美国呢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中国，不管是贸易上面去重新谈一个对美国有利的一个条款，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他可以
找中国很多麻烦。那这样子的话，我个人认为，无论结果是怎么样，中国的好日子可能就不多了。他必须要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出来，要么就结城下之盟，真的切实做到美国关切的东西，不光是说降低这个不公平贸易的这个逆差问题，还有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其他各个细节方面，我相信中国必须要做出切实重大的一个让步，才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满意，或者说大家就不欢而散这样子。谢谢。好，我们现在这个跟北京的讯号仍然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今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跟北京的连线似乎遭遇了一些困难。我们会继续的尝试让吴强博士来到现场当中来分析他的看法与想法。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网站上面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评论呢。继续我们来看到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中期选举的胜负并不重要，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坛集体的右转，这是世界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围剿独裁政权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了。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崔崔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自由民主要自己争取，美国没有这个义务，再怎么美化自由灯塔，美国总统的任务是为美国人民谋福利，以美国人的利益为宗旨，美国总统只能在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才会帮助中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CH 王 XF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说到新拐点，那就是中国在中期选举之后的策略的变化。刚刚看到王岐山出来说话了，意欲通过经济对话来解决冲突，但估计特朗普还是会采用比较强硬的手段来进行施压。那么这一点我想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也有人说，也许中期选举之后改变的不是美国对华的政策，而是中国方面必须要改变，就像您刚刚所提的，中国必须要确切的提出改变。那么这位网友提到了王岐山的最新讲话，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了，您怎么样来解读呢？我觉得像被关心这个王岐山的最新讲话，更关注的是11月1号呢，是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呢是通了一个电话，那个当时的气氛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啊，也有外界各种解读了，但是最重要的是现在的中期选举让中美议题呢不至于影响这个中美中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月底11月30号和12月1号的这个 G20 阿根廷的峰会上面，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先生呢，他们两个人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会晤，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非常重要那中国你一直在等这个中期选举，试图不管怎么样想影响或者不影响，结果出来之后你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中美之间的问题呢你必须要面对面去解决。当然我个人观察了这个时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中美之间下就是说比如省部级的官员也没有看到一个公开的互动，就接下来的协议是不是有密切的一个谈判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他们在 G20 峰会上这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话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那对于美国公众来说其实中美之间贸易战影响到目前为止都是比较小的，明年2019年影响可能会非常之大，因为美国可能会整个5000多亿的美元的进口商品全部加征25%关税这个影响力会比今年大很多。那对于美国公众会有什么影响？其实也有影响，今年中期选举根本看不出来今年我们知道贸易战打到现在，美国国内的物价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到明年如果这个全面开战的话呢，美国公众可能会感觉到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的一个变化可能会对政府可能会政策会有些维持，但是中国来说公众可能会影响会更加之大，就不光是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就是失业的问题，大量企业倒闭的问题，那中国来说它的问题它的困难会越来越多。好的，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谢谢。好的，我们现在呢欢迎在北京的吴强博士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博士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领导一文你好。哎，你好，欢迎您，很抱歉刚刚发生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那么吴博士，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刚刚的现场讨论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说刚刚秦伟平先生也提到，其实也有很多网友认为，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呢，这个可能改变的可能出现的拐点并不是在于美国对华的强硬的这个贸易政策，这仍然有可能持续的进行，重点应该是在于中国方面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秦先生认为中国必须要就这个公平贸易，就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问题来做出一些改变，那么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呢？现在的
球其实到中国这边。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王岐山和习近平在新加坡和在上海的讲话都在表达一种或者说在发出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实际上是在对中国国内的公众以及对国际社会同时放出来的。这种信号是什么？是中国在继续试图继续这种所谓改革开放，但是如何继续改革开放，他仅仅做出了一种姿态性的一种表达，这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国际媒体的一个反应。不过从中共的一个通常的一个政治习惯或者说通常的一种政治决策模式来看，这已经是相当大的妥协，他是口头来坚持说的一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立场，但是是准备做出一种巨大的让步。我相信在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战生的半年期间，中国公众以及中国政府所感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无论是从广东省的一个外贸进出口的变化，还是外贸比如说经常账户的一个赤字，以及中共高层所发现的甚至对中国比如说社交媒体所散布的民营经济的一个信心的不足，都对中共高层所产生的一种冲击性的效应。其实中国内部的压力远远要大于国际社会所想象的。换句话说，中国现在在 G20 之前所愿意做出的说这个峰会的到来所愿意做出的可能比实际我们能够想象的更大，这是中国目前或者说过去一贯以来的一种政治的通常的表现，就是口头强硬，实际让步巨大。嗯哼，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呢。那么秦先生，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几种可能的这种选举结果和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不管结果如何，我们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其实他们说民主党是更加倾向于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有些人指责特朗普政府所施行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但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民主党才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共和党更加倾向的是自由贸易。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主党的参议员舒默过去也曾经对特朗普总统的对华的强硬的贸易政策表达了支持。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今天不管国会两院是如何的变天，那么民主党上台之后，甚至有可能在特朗普总统对华强硬的政策上有更加的添火柴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可能？就是说未来美中贸易战的风险其实还有可能是更大的，您的看法？好，谢谢。那其实无论是共和党的那个掌控国会，还是民主党，大家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美国政客政治人物所做的决策都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做站在美国公众的角度，显而易见对中国这个贸易战也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对不对？你要降低这个贸易逆差，让美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说停止中国去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样一些行为，这毫无犹豫是，就是毫无疑问是符合美国公众的利益的。如果说哪个政客敢在这个问题上去挑战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话，其实是对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符合民意，都做出有利于美国政治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其实是国共，说 sorry 不是国共两党，我们讲惯了，是共和党、民主党这两党之，无论是谁上来呢，都会在中美关系上面都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放弃之前的合作伙伴，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然后中美关系所谓的好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其实支持中国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之后呢，中国综合国力的确是加强了，但是在意识形态呢却是更加强硬的向外输出，然后试图还影响美国的政治，侵害美国公众的利益。这方面美国政府各种官员都在多种场合最近已经重申了。那这样子的话呢，美国无论是中期选举结果怎么样他一定会在这个选举之后对中国政策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信号放出来。那在具体表现在贸易战方面呢，我相信必须中国要做出切实有效的一个措施来改善这样的两国的贸易关系。如果做不到，我相信美国会有其他方面整个综合方面的一个对中国的这种要求或者说控诉或者说围剿，这样子可能中美关系会到一个新的一个
大家可能会关注的一个新冷战的一个新阶段这样子，这是值得大家关注和警惕的。谢谢。好，那么稍后我想请吴强博士来做一番您的看法，来谈一谈中期选举之后您对于美中关系的看法又是如何。不过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也有不少人有很好的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陆月度卫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像中国那样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的也是很罕见的，这反而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中共口头的说法，建制派正在示威，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赢了，川普就可以继续按部就班的来料理共产党，如果共和党输了，由于川普的支持者反对政治正确，用嘴炮中共来政治正确是川普保持自己选民，同时满足民主党开口闭口政治正确的癖好的一个平衡方法，所以无论中期选举如何，中共都没有办法来结束贸易战。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Mark 孙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要分析贸易战与美国中期选举之间的联系，就要先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会发起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这是因为中国违反了 WTO 的规定和对中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总统对于中国的贸易制裁获得了两党的共识，所以说美国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对美国的内政产生一定影响，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的国会都是对美国民意的代表，所以川普总统的上任和他对中国的政策也都是美国民意的表达。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段生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再不制裁中共，十几年后中国 GDP 世界第一，军事支出世界第一，并且绑架13亿中国百姓与全世界民主国家作对，到时候将比朝鲜俄罗斯更邪恶数千倍数万倍。那么不过呢，也有这位署名叫郑玉龙的这位网友他有一些不同看法，他说美国人说中国违反世贸规则，为什么不能在世贸框架下仲裁来解决问题？单方面贸易战只能说明美国人的做法并不符合世贸规则。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就刚刚几位网友您的他们的评论，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也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是刚刚秦伟平先生也提到了，在中期选举之后，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我相信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的看法实际上比美国最近几年知识界和政界的对中国的看法的变化来得更早，来得更长远。换句话说，中国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以一种策略性的看法来看待，目前的做法也是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来对待。那么换句话说，中国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变化是早有准备，那这种准备应该说是以中国的一种所谓的长期的国力上升和中美的基本力量态势的一种变化为前提，相信中国在未来会居于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相互竞争性的一种合作，这是中国内部的一个通常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来处理和中美的关系。那么在未来在中期选举之后，中期选举本身就是中国超越川普总统的具体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处理方式。那么中期选举之后，也是以一种超越现有的现任的川普总统的一个任期来看待更长期的中美关系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中共对自己所谓的一个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等等等等这些自信，实际上是以一种习近平要执政30年或者更长时间来看待的一种长期的中美关系来看待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相信希望说所有的我们听众 VOA 的观众听众都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一种战略。那么一切未来所出现的比如说最近两天的讲话，其实都是策略性的。嗯哼，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吴强博士，我想继续一分钟请您谈谈，就是今天在共和党与民主党美国的两党对于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对华贸易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贸易政策是已经是一种共识了，那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迎战中国方面的这种长远的这种战略，您觉得未来的美中关系还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吗？吴强博士，大约45秒时间。
我相信这种波动与否或者平稳与否决定于技术上的中方或者说中美关系现在所谈的所谓危机管控，但是更长远的是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互相力量关系的一个把握，也就是谁能找到对方的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弱点。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啊，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有关于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对美国美中贸易战之间的联系，还有未来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是不是有可能出现新的拐点，相关的讨论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还有在美国的秦伟平先生，通过 Skype 连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将和您探讨的一个话题是青春靓女执掌千亿国企，国企该如何做大做强，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